操作上面有失误。现在这个游戏在测试，它还没有那个汉化的，还没有汉化版。啊？虎牙有没有主播玩过这个游戏？重新开始。攻略肯定比我玩的好啊，我看这个攻略然后就是没有用，我先把这个电话接了，咱们按照顺序来。Hello, Twain. 你们帮我翻译一下他说的话。I know it's late, and I know that I tend to be a little anxious about small things. I apologize for that, but I'm getting a bit worried. I haven't seen you out of the house in about 3 weeks. Is everything all right? Could you call me just to let me know everything's fine?All right. 谢谢 Hello, 谢谢那段情，谢谢好好。嗯，主要是打火机，我用的太着急了，我先把该有的打火机把它存起来。先去儿童房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蜡烛。OK, 然后我把打火机点上蜡烛，先把它放起。哎，我拿，哎，为什么我拿不起来？PE hold use hold。好了，我拿出来了。Tip 好，然后之后拿这个去找打火机。拿起比较大的东西多赚几钱，好的，谢谢。然后这个破了，这个破了之后，我可以应该可以拿到一个灯泡，一个灯泡可以放上去。哦，先把它放进去。Absolutely celestial. The temperature won't drop below 77 degrees, and it's going to be one hell of a sunny day. 你现在不是在看到我了吗？ And take your whole family to the beach. 这灯泡。Take a day off and show your loved ones how much you care about them on this wonderful day.是这个吗？嗯、it's become another one. 是哪个破掉的？这个吗？我装上去了，我装上去了，我把灯泡装上去了。现在这个门还开不开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我掉下去了这个灯泡，然后这边还有个药，我先把它拿起。哦，蹲一下，抽不开来，因为我挡住了它。打不开呀，嘿，不好操作，先把这个药拿起。谢谢订阅，谢谢时光飞逝，我把它放到我的口袋里去。啊，不是吃，不是吃，哎，
是把它放到口袋里，先放空格，然后 tab 的放进去，放进去，放，放，放。哎，怎么样才能把它收到自己的那个包包里面去？为什么我收不进去？先放在右手吧。哎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为什么要关灯？我看不见了，烦死了，真的是。我不是已经这个灯给开了吗？怎么这样子的啦？先上二楼。哦，先上二楼，对，我先上二楼。可是我要想先拿一个打火机，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想我之前的打火机我是在哪里找到的，现在找不到它了。熊猫房间左手的房间有个保险柜，我想先拿一个打火机，应该是在楼上的妈妈房里面，不然我啥也看不见。不行，我得先去找个打火机。有鬼的，但是我还没有玩到，前面没有高能，大家放心看。高跟鞋，目前没有高能，大家放心。我现在要找个打火机，点亮我的，点亮我的人生路。这里，蜡烛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不要它。这里应该有个打火机吧？鬼都等级的，不要着急。嗯，不要着急，我先把打火机给找到。这里还有一个蜡烛 ，tips，tip 放进去。E 是收进去，应该。收。收啊，不是放在前面，怎么收进去？一是使用，这个是放。他这个游戏优化做的不是很好，他现在很多。都不是很方便做这个东西，那我现在我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但我现在没有找到打火机，我找到打火机之后我就可以哎点燃这个蜡烛，为什么我放不上去呢？嗯，是怎么了？嗯，好了，厚的。啊，为什么我放不上去？厚的。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放不上去？啊！Fuck you！
谢谢小玉仙，这个游戏优化做的还不是很好，我觉得。我先上楼，我先上到儿童房里去。你们记不记得打火机我是在哪里拿到的？我现在就这么上楼了，我看不见啊。你看黑去嘛黑的。先把这个门开开来吧，这个门应该是家长的房间。先把这里这个灯开开来，开。这里应该有个打火机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这个地方应该有个打火机。哦、oh, ，yes， 舒服了。别怕，嫩大爷，谢谢小鱼姐，谢谢漂泊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tap， 这里应该有个门是可以开开来的。啊，不对，等一下啊。好，哎呀，我点个蜡烛可以吧？我把这个搞出来，然后我这里不是有个蜡烛吗？是在这个底下对不对？等一下啊，这样子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这就对了，啊，点它，嗯，然后把它放到右手，再把这个蜡烛。哎，怎么点一下就灭？不是，不是，为什么点一下就灭了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嗯，啊，什么鬼东西？我以为点了蜡烛之后就可以永久的亮下去了。没想到好像没有什么屁用，我还是把这个拿出来。把这个蜡烛放上去。啊，放。好，过来一点。好放，哎，这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蜡烛原来是，那你这个有屁用吗？我就想知道这样子有屁用啊，点上去了之后然后它立马就灭了，那我点个屁呢，是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已经没话可说了已经。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。开灯。刚才那个能开灯的房间有一瓶药，药我拿好了，看看我的工具箱里面是不是有一瓶药，看到吗？这里我不去，这里到前面去，到前面，前面的儿童房里面去，应该是在中间的那个房间。傻逼，就是这个，嗯，对，这个，话放起来，
Lucy。 Lucy， 她叫 Lucy 呀。这得跟剧情走，不跟剧情走不行。